Agua mía. Ah.
回来他自己挑怎样？外包一圈，然后再怎样？啊，为
厕所，在洗后。哎，洗了吗？啊，什么？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利用船只来挑战浩瀚无边的海洋，一次又一次的从大海的一端航向另一端。这是耶。但并不是每一次的航行都是一帆风顺的，在海底的深处。我最近有一种，虽然这些外来植物看起来原来的海底景观，但它们很快就和四周的环境融为一体，成为许多海洋生物的新家园。也都在这里定居起来，雨雪也让对这空间的人很吸引。无论是一份无声的微笑的小雨，还是一种群出血的炫耀和神秘，都经常到这里寻找食物。哎，急了，我回来。